美丽中国的蓝图跃然纸上，十八大报告首次单篇论述，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拓展为包括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不容忽视的是，在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以不断消耗资源和制造二氧化碳为代价的传统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的情况下，环境问题层出不穷。2011年6月，云南的铬污染事件令整个珠江流域的居民陷入恐慌，更是给各家对放区人民的身体带来了直接的威胁。同样是在2011年6月，渤海湾漏油事故导致6200平方公里海水污染，海域生态环境和海洋生态服务功能至今尚未恢复。2011年秋季，北京、上海、南京、济南等多个城市出现灰霾天气，城市空气质量监测标准成为热议话题。2010年7月16日晚，大连市大连新港附近输油管道发生爆炸，引起大火，造成的原油泄漏导致周边183平方公里海域被污染。大海捞油比大海捞针还难。2005年10月13日，吉林的一个双苯厂车间发生爆炸，约100吨苯类物质流入松花江，造成了江水严重污染，沿岸数百万居民的生活受到影响。这次污染事件更是直接影响到了河流下游的俄罗斯。从全球范围看，节能、循环、低碳正成为新的发展方式，绿色工业革命在帷幕。快速发展中的中国也必须通过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转向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实现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